欢迎来到我们的消费简报节目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。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几个精彩的新闻话题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首先，耳机市场又有新动向。iJoy 无线耳机在亚马逊的价格降至$16，并且凭借超过57000条五颗星评价，成为了高端品牌如 Sony 和 Beats 的强劲对手。使用者称赞其出色的音质和舒适度，虽然有些人反映长时间佩戴会感到不适，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表现与高价耳机不相上下。接下来 NCAA 足球赛即将上演激烈比赛，田纳西志愿者队将在本周六迎战奥克拉荷马州立队，这场比赛将在 Gaylord Family Oklahoma 纪念体育场举行，两队都以3-0的完美战绩进入比赛，期待能够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赛事。最后，我们还要介绍一款来自 Alo Yoga 的内衣 Head Start Bra。 这款内衣以其舒适的设计和多样的颜色赢得了许多明星的青睐，让你在运动与休闲中都能展现自我风格。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。 Yahoo US 报道， iJoy 无线耳机在亚马逊的价格降至历史最低，仅售$16，成为了众多消费者的心头号。这款耳机不仅价格亲民且音质出色，超过57000名评论者给予了5星好评。许多用户表示 iJoy 耳机的舒适度和音效与索尼和 Beats 等大牌耳机不相上下，尤其适合那些不想为高端品牌支付高额费用的消费者。耳机设计人性化，拥有柔软的耳垫和可折叠的设计，内置麦克风和快速充电功能，甚至还具备 FM 收音机功能，真是物超所值。在另一个报道中， Yahoo US 提到，田纳西志愿者队将于9月21日与俄克拉荷马州索尼尔队展开对决，双方都保持着3连胜的佳绩。这场比赛将在俄克拉荷马州诺曼的 Gaylord 家庭纪念体育场进行。田纳西的主教练 Josh Heupel 曾是索尼尔队的球员，此次回归充满情感。比赛将通过 ABC 和 ESPN 加进行直播，球迷们可以通过多种平台收看，包括 Football TV 和 YouTube TV， 确保不遗漏这场精彩的对决。最后， Yahoo US 还介绍了一款由明星品牌 Alo Yoga 推出的舒适运动内衣 AloSoft Head Start Bra。 这款内衣因其出色的支持性和舒适度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，适合多种场合，包括健身和日常穿着。用户赞不绝口，认为这款内衣不仅柔软舒适，而且设计时尚，能够完美贴合身形。调整肩带和可拆卸内垫的设计，让每位女性都能找到最合适的穿着体验，成为了运动内衣中的热门选择。Yahoo US 报道，本周末贝勒大学熊队将迎战科罗拉多大学水牛队，这场比赛标志着水牛队重返大十二联赛，结束了在太平洋十二联赛长达14年的征程。比赛将在博尔德的福尔森体育场举行，预计水牛队的4分卫谢杜尔·桑德斯将首发，而贝勒队的首发4分卫依然悬而未决，教练戴夫·阿兰达尚未决定是索耶·罗伯逊还是德昆芬。在伤愈复出的芬能否在比赛中上场仍是未知数。比赛将于9月21日晚上8点东部时间在 Fox 频道直播，球迷们可以通过 Fubo、DirecTV 和 YouTube TV 等平台观看。同样在9月21日，密歇根大学狼獾队将在安阿伯的大屋迎战南加州大学特洛伊队。这是两队首次以大师联盟对手的身份交锋，狼獾队目前战绩为2胜1负，而特洛伊队则保持不败。密歇根队的首发4分卫将由亚历克斯·奥尔吉担任，他将替代开赛时的戴维斯·沃伦。比赛将在 CBS 和 Paramount 加频道直播，开始时间为下午3点30分东部时间，球迷们可以通过 Paramount 加和多种流媒体平台观看。在同一天，犹他大学乌特队将与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牛仔队交锋，双方都以3胜0负的战绩开局。此役将在布恩·皮肯斯体育场进行，预计犹他队的4分卫卡姆·莱辛将在经历手指伤病后重返赛场。比赛将于下午4点东部时间在 Fox 频道播出，观众可以通过 Fubo、DirecTV 和 YouTube TV 等平台观看。这些比赛将为 NCAA 赛季增添更多精彩时刻，球迷们可通过各大平台轻松收看。Yahoo US 报道，
Ninja 40 Smart XL Pro Grill and Griddle 是一款适合小空间或缺乏户外烧烤条件的室内烤架，现正以近 50% 的折扣出售，售价为200美元。许多用户表示，这款烤架几乎没有烟雾问题，功能多样，除了烤肉外，还可以作为空气炸锅等多种用途。它配备七种一键烹饪功能和内置智能温度计，能够在家中轻松烹饪出美味佳肴，避免夏天在户外烤肉的酷热。烤架最高可达500华氏度，适合煎制牛排，而其平底煎盘则非常适合翻炒蔬菜和蛋类。用户对这款产品的反馈非常积极，许多人表示它替代了他们的烤箱和空气炸锅，使用频率极高，甚至有人认为比户外烤架效果更佳。虽然有用户提到清洁内部盖子有些麻烦，但整体来看，这款多功能厨房设备被认为是厨房的救星，成为了许多家庭的必备良品。谢谢您的收看。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、智库、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、分析简报，更详细的内容，请大家去这些媒体、智库的网站阅读。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，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。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、学者、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，网址是6dobrief.com，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。